掌，要吃霸掌哦。好，来，哇，没料嘞。不要，我吃霸掌啊。他都没料哦。哦，我要吃霸掌。哦，你这个囡仔真如啦，我来讲。你去前面巷口那边找一个漂亮阿姨，她那边有卖霸掌。真的吗？真的啦，我不会骗你。去去去。你要骗我？不会，赶快去啦。阿姨阿姨，我要吃霸掌，我要吃霸掌。可是这霸掌是生的呢。我不管、啊、我不管，我吃霸掌啊。好，我跟你讲，你到前面那边有一家店哈，然后有在卖那个熟的霸掌，那间很好吃，你去那边买就有了。真的吗？你不要骗我。真的真的，你去那边就有了，好不好？好好乖。小霸掌，小霸掌，卖小霸掌，煮皮煮。我的歹命人，啊朋友啊，你累了吗？无要紧，今日四下高雄就带大家来吃一个粗肉。头一顿呢，先来一间真金的老店，吃一个小的肉粽哦。新竹区好吃的肉粽就是你家啦，有40年的历史哦。你看老板娘好可爱哦。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肉粽很特别，小巧一颗这么小，为什么你的肉粽会这么小颗啊？因为这样的味道刚刚好，是黄金比例。哦，怎么说？一开始就卖那么小颗吗？是慢慢改进的。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客人很好，都会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嗯。我刚才吃那个蚂蚱，其实你看呢、啊，不要看它小哦，它里面的料还是很多，而且花生一颗一颗都很饱满。重点是来了，里面还是有蛋黄，然后呢还是有猪肉，该有的都有，该有的都有。好，那你们那个这么好吃，我就刚吃的时候，我觉得它虽然小，可是呢它的味道其实是很够的，再加上它的花生粉，还有它的那个蘸酱，吃起来它其实就是，谁说它小颗就不入味，小颗反而更入味。啊、话说吼、哦，这间肉粽店啊，是40年前吼、哦、对前金市场起家啊，啊，算起来嘛是在地的老字号啦。啊，今嘛这个单位吼、哦，嘛搁保留好好呢，啊，当作是咧处理食材啊、包肉粽的空间呢。哦，你啊看这个生鸡猪肉，啊，搁有红到发亮的鸭卵仁啊，啊，淋着这个糯米甲土豆啊，通通给它塞进这一片粽叶啊。细细一粒粽哦，是每颗是扎实饱满啦，啊，无迄个三两三的功夫哦，啊，是很难办到的呢。这么大块，不要怀疑，你看这个比例，好，是它的肉，对，好，我来试试看。好嫩哦！现在大家有养生的概念，可能太大颗的粽子一看就饱了，那、哎、这小巧可爱，看的、哦、就食欲大增，就很想吃。对，而且刚一颗接一颗。刚老板娘还有提到，就是很多像前李登辉总统啊，哦，还有台大医院的医师啊，你看都是台北呢。啊，那也刚叫我们来霸掌，为什么会远名声远播到台北？经过那好朋友介绍，口耳相传，对，所以他们就来高雄一定要来吃这一位。不是，都是我们宅配过去。哦，你看现在科技发达，现在非常方便，所以呢，谁说台北吃不到南部粽？吼、啊，可以宅配就非常方便。嗯，在你们有曾经有最高纪录一天，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过几颗？没有多少啊，大概都是6-7千颗吧。一天哦，应该是在霸掌节的时候吧。端午节啦，平常没有那么好啦。对啊，所以你看哦，现在宅配的方式很方便，所以呢，北部也可以吃到这南部呢好吃的霸掌。对，连澎湖、马公都有啊，真的哦，哦，很棒很棒。再来介绍另外一项镇店之宝，就是煎肉丸。这个白泡泡的外皮哦，煎到蓬皮啊蓬皮，是迄个外口吃袂到的新口感哦。你们那碗那个皮啊，跟我外面吃那碗的皮不太一样，你们有一个很浓很浓的米香。对，就是因为这是再来米嘛，全部都是再来米。不是再来米，还要加点粉。加什么样的粉？太白粉哈，太白粉，地瓜粉，然后用一个黄金比例才可以有这样。可是我觉得它的米香味真的好浓，对，因为再来米比较多啊，比例比较高。对，因为外面我吃到那个霸碗的皮啊，其实比较没有那种米香味，反而都是只有类似粉的味道。所以等于是你的再来米的比重比较高，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有米香味，蛮特殊的啦。而且你们是炸过，你们炸的表面就是那种酥酥的，而且那个形状就。好像花桂，很好吃，里面加笋，那个笋有那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对啊，因为现代人哈、哦、肉好像吃多了，所以加点笋干加点肉的话，那一般现在的人比较能够接受。对啊，
好好吃哦。哦，迷你 size 的肉肠加这个肉丸哦，分量是刚刚好啊！啊，头家你讲哦，再配上一碗猪血汤啊，啊，保证是人间的美味哦。你看哦，镜头看一下，它表面都很光滑，里面也一样，里面一样，所以就是也是要控制火候，对，滚起来之后就用小火去煮，而且你的汤很清，嗯，对，如果太大火，大汤哦。另外熬的，一般来说有时候猪血汤的汤会有一点灼灼的，你们的汤好清哦。因为这是现代化的人吃的，嗯，以前传统的话就是比较油腻，嗯，那现代的人大概都不太吃油，所以就是用大骨汤这样子而已，然后比较清爽一点这样子，它的油都要剥开。然后所以吃这个刚吃的原味，然后再再来沾这个，这个酱是你们自己弄的吗？酱油就酱油膏就对。对。就会酱油膏的甜味，对了，好吃，这是比较重口味啊。如果这样吃也是很好，对，很好吃，原味就很好吃。这种的汤头吼，保证是征服很多饕客的胃啊。如果你若介意食重口味的话，吃毛迄个料多实在的香菇肉羹哦，嘛是不赖的选择哦。所以等于是一般来说来这边的都是吃早餐和午餐嘛。对，早午餐，早午餐比较多。我们6:30到2:30。嗯，所以你看哦，这么好吃，想下回来前金区，想要吃这个道地的台湾小吃，一定要是早餐或午餐来，才可以吃到这个已经飘香四十年，可以继续飘香下一个四十年，好不好？对，我们高雄的捷运美食啪啪走也有。对，美食地图，因为它在捷运站附近。好，下雨可以来到我们前进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西会站下车走过来，没多久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台湾道地的肉肠、蛙粿，还有好吃的料理。好，谢谢老板娘，谢谢。肉肠的吃法是不是要消耗一点热量呢？乡亲父老啊，请大家各叫各位啊，国民健康操，预备备，起。啊，1234567，我的2234567，我的3234567，我的4234567，非常好。啊，各位同伴啊，来到这个占地12公顷的中央公园哦，就是要用力给它深呼吸啦。4通8达的公共运输哦，买当带动哦来往这个休闲观光的人潮哦。哇！在这哦，还有美女通去看哦，这位是，别惊人啦！啊，除了坐公车方便哦，高雄捷运站嘛有一只设站哦。啊，伫个中央公园站哦，诶东侧出入口啊，是由这个英国景观建筑师啊 Richard Rogers 诶设计，黄色的支柱撑起迄个超大型的白色雨棚啊。啊，以这个飞扬意象最受瞩目啊！啊，流水与直劈哦的风景设计啊，好，这个游客一出车站大厅哦，就当享受到迄个微风轻拂、清新绿意的 feel 哦。诶，当把这个中央公园哦营造为都市之肺啊！啊，期待以丰富多样的绿色生态，好，这个高雄市哦成为一座可以呼吸的城市啊！另外，在这个中华路跟五福路圆环边的城市光廊啊。休闲的氛围啊，静谧的午后，不妨来此喝杯咖啡啊，聊聊是非啊，然后等待着点亮的高雄的夜晚哦。天啊，麦哥算啊啦，咱差不多要来去下一个景点啊啦。哇，孟府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高雄的。博二，听说那个气象站指出呢，有台风过境，所以呢天气不太稳定，而且风速现在已经高达了快9级的风速。但是因为博二现在展出的是好汉丸子节，所以大家也要风雨无阻去参观。可是风真的很大，我还是要去看，等我。我在等你呢，真正安尼你也发多声。这站吼、哦、来到博二艺术特区啊，早期吼、哦、这是盐城三港吼、哦，并要不可或缺的仓库区啊。啊，今嘛是汇集设计与创意的能量吼、哦啊，透过这个公共艺术美化环境吼、哦，变成咱高雄最具代表的艺文空间哦。先来去做一个好汉呢。嗨，孟府，嗨，猜猜看，这个字卡啊，这
子。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开始有点担心，是不是我的中文没有念得太多？这个字我连看都没看过，可是这边有注音啊，酱，可是我没看过这个字哎。哎，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哦，它是把这跟样两个字去合在一起就变酱，好像现在时下年轻人常会说没有啊，就这样。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就是变得越讲越短，就是好像变成一个音这样子。对啊，好好玩哦，所以等于是。他也希望透过这个文字的一些组合去并出一个好像新的字这样的感觉，没有错，对，就是由大家集思广益去重新创造。那一样，我们好汉丸子节呢，整个展间的一个概念就是比较静态，这边的展间呢会是把汉字还有跟我们的生活产品去做相结合。对，所以这边的部分都有一些也是可以去玩的，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汉字下南洋，对，汉字下南洋就是由新加坡团队一起去做策划的。嗯，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字卡呢，对，就是因为新加坡人他们主要官方语言是英文嘛，对，那他们还有融入了福建话，马来话，还有花纹，还有等等等等，那他们已经觉得哈。原来我讲的这个是马来话，不是中文。就是这个音，他一直误以为是中文。对，他一直以为是中文。原来这个可能只是马来话，我们把它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去把这些特殊的词语，然后把它变成合起来，变成一个字，变成新星语，就是新加坡新的语言。不是火星语哦，不是星语。对对对，不是火星语。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民众在这边一边看什么字啊，然后猜猜看什么。原来是两个是这样。对，它是一个字卡的呈现。那当然，我们还有别的，还有将玩就玩。将玩就玩。对，将玩就玩呢？原本应该是可以先猜猜看。将玩就玩，那我就从字面上来猜，应该是原本就是一个玩吧。很聪明，你有看到这两个撇，真的是有天分，有天分。对，它就是以玩为出发点，然后我们重新去做一个组装哦。吼，不愧为我们嘻哈的当家主持啊！一眼就看出端倪。吴慧根，吼，今年哦举办第二届好汉丸子节邀请足侪国家来作为发挥汉字的创意哦。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的作品哦。今日入这个汉字生活馆不难发现有一挂创意，拢是从食衣住行娱乐联想出来哦。也還有留言板专区，孟府唔知你伫写啥物货，起来看一下麦呀。哎呦，这看一下咩？哦，是你写啥物秘密在你心底啦？还有一区吼、很特别哦。你有这哦哦是虾米？是书法笔画抑扬顿挫立体化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作品呢，是要考考你啦，又要再考一次了。它看起来像水墨画，可是又有中文字，真的不是很明显吗？对，但是它是这些十三幅作品呢，都是出自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名著，给你猜猜看哦。中国非常有名的名著，那我说贾宝玉跟十二金钗，贾宝玉十二金，哪一个作品？林黛玉，不是林黛玉吗？林黛玉是对，林黛玉是对的，但是它是哪一个名著呢？哪一个名著？哎呀，没关系，《红楼梦》那非常厉害，果然孟府还是聪明的，好害怕，真的真的，来汉字节之前要先多读一点读一下历史，对，要先念一下，比如说，所以这个叫做梦字画，《红楼梦》跟字画，我们可以去猜猜看，所以你看到这个字，可以开始先联想，这是代表哪一个人物呢？我只觉得这个字，他好像在哭，对，没有错，流眼泪的感觉。真的，它跟图形去结合，好像这个字活了起来，它变得会流泪了，会哭了。然后我们来仔细看，可以猜猜，原来这个是林黛玉，就是你刚刚的答案。林黛玉，其实她在故事里面可能常常会猜忌，所以常常会哭泣，所以我们用泪这个字去代表林黛玉这个人。可是你看到镜头，如果仔细看，因为可能现在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到，其实它是有鸟，然后有植物，然后有花，这样去呈现这个泪这个字。它整个字非常的活灵活现，而且又很整个观感就是很漂亮。对啊，所以它把一些历史故事融合在这个字里面，然后又把用艺术的一个图形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去结合起来跟书法，我们重新再去体验一下书法的一个美好。这些都是由我们台湾设计师去设计出来的作品，好棒哦！真的，给你一秒，真的。这
点是从这几幅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故事，它这个字它代表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然后还有呈现是什么样的感觉，哪一个人物角里面书中哪一个人物，对，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回问一下，哦，这个书本是在讲什么内容哦，真的好棒哦，所以呢一定要来看，然后接下来还要带我们去看哪个部分？我们要前进到互动馆了。真的吗？好，真的，耶！哎哎哎，别急着走咩！啊，这个展区哦，啊，够做些装置艺术啊！你给他看哦，这个五颜六色是什么物件啊？它是由杯垫一个一个串起来啊，利用它的色彩与形体呀、啊，啊，塑造出四季的意象。啊，够这个互动测字区，买单去甲算一下哦。只要下一个字哦，就会当求出运势啊，给你指点迷津哦。福禄昌赞哦！好了，我写好了，现在换我考你啦！元真，哎呀，我写的是什么样的天书的字呢？哦、这考到我们猜得出来吗？猜不出来。好了，随便猜看一个。哎，孟福啊，你就不要为难人家导览员了啦！我看这个字哦，只有你看得懂吧？我们这个展览作品是把互动多媒体的设计师跟一个文学作品去相结合，所以仔细看，其实它这个是由一组文字重叠在一起，叫“当你拥有一个清爽的什么什么什么”，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呢？就由我们的自己想象，对，去创造了。当我想拥有一个，哎，那句话是什么？拥有一个清爽的宫。那是什么呢？啊，可是意义可能也只有你知道哦。对对，你就变成一个创作者。我还是主持节目，还在欣赏另外一半。还是哦，对。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就对了。对，我们透过身体的，你也可以透过身体的律动去写出这个文字出来。不过但不一定要文字，有时候也可以变成一个图形。图形就对了。对，所以写天书是只你有自己看的。只有你自己看得懂，对，可以自己去解读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继续往前，有好玩的，对不对？我们往下一次去玩看看。来到这个汉字互动馆哦，啊，进去吧，都黑压压的一片啊。啊，仔细给他一看，都是最高科技的声光效果啊，运用汉字和科技媒体的创意结合，透过互动增加体验的乐趣哦。弹得太投入了，这不是明明就是好好玩自己吗？真的弹钢琴的。哎呀，那换大师来帮我们。没有，要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跟钢琴有什么关系啊？真的吗？其实他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在透过这个叫字体，所以是文字跟身体的一个律动去相结合，这是由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去做出来。那当然出发点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玩乐。今天你即便不会弹钢琴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弹单一一个音，上面都会有字体跑出来，所以把里面的心思拆散了，变成一片的那个文字词语嘛，词语，对，去重组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透过你自己弹奏出来的东西，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心思呢？那换我来表现了，是不是啊？Ready and 乡亲们，史上绝无仅有的孟府大师钢琴处女秀。哎呦，果然是大师级的演出啦！啊，弹出这个世界儿童名曲《小蜜蜂》，呵呵，刚刚出锤吼，啊，我就当作无听到啦，吼。狠狠的咬我啊！对，含着镜头牵着，越过就在那游泳，对，是霎时我们都变成诗人了，是的，真的。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都可以呢，经过了这个好汉玩自己的洗礼之后，我们都可以变成了出口成章，文章的章。果然，还是要来好汉玩自己。是的。孟府，我看你也是赶紧来到下一站啦。听讲来到这哦，要做好汉，就一定要升一行。首先，同关双手平举。嘿，好了。准备可以开始了。
好，预备开始。要可以跳哦，是不是可以跳那个三七步啊？跪、欸，啊，是有真正这么嗨吗？既然够有这么大型的电动玩具啊，不啦，是那个超人气汉字三太子游戏啦，完全爱看挑战者的身手灵活度啦，好像很刺激呢。我们到底是如何呢？来看一下，上上耶！所以呢，要来好汉文字节，你就会有好运哦。真的啊，中签师哦。对对对，上上签啊，上上上上签，所以好运。接下来去买彩券好了，可能会得头彩。可以啊。水公牛孟虎，记得去帮我买一张哎。哇，一整个玩下来，其实好兴奋哦，整个很嗨，很像自己回到小学生一样在玩游戏。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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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大家可以过来看看，然后可以顺便运动。重点是他展期到什么时候呢？赶快把握最后的时间来这样子。我们展期到9月25号，那礼拜二到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嗯，可以来参观哦。只有礼拜一休馆，对不对？对，我们只有礼拜一休馆，因为导览人员很辛苦，礼拜一他们休息一下。也是要休假的，对，所以要把握在9月20号之前，9月25号之前要来博二这个地方的，赶快来参观我们这个好汉弯字节，也可以来当好汉，对不对？对，大家一起来当好汉，来玩汉字，对，全球一起来 go， 耶！谢谢，谢谢，来吧，走吧。呼，刚刚生了新欢喜哦，搁耍了应该来一点啊静态活动啊，给他舒缓一下。哇，来到高雄的爱河边呢，有一项你千万不能错过，就是搭乘太阳能船来游爱河喽。我们上船吧。你来高雄哦，有坐过那个浪漫的爱之船吗？现在有新一台爱之船哦，是讲求环保爱地球的太阳能船哦。拍摄当天哦是冰箱需要哦，也够这么坐，又可以来坐船游河啊。抓稳船舵啊！我们向前航行吧。时下上夯的太阳能船哦，啊，结合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打造啊，平胸爱河两岸的风情，同时啊，准定毛专业导览人员的解说哦。太阳能船，今天高雄很难得下雨了，没有太阳，它为什么还会跑呢？晓得吗，小帅哥？啊？啊，我们船上有很聪明的小朋友哈，哎，很厉害啊，没有错哈。我们太阳能船利用锂电池来蓄电，就在船舱底下，两组锂电池加起来800多公斤重，啊，相当的大哈，在阴雨天。太阳能板没有办法吸收能源的情况下，它和我们的手机一样啊，先用岸上的电源蓄电啊，在没有太阳或是夜晚啊，就将电源拿出来使用。无噪音、无油味、零污染的太阳能船哦，搭乘起来哦是格外是平稳舒适啊，那听音乐，那欣赏风情万种的爱河左岸。想象家己仿佛伫个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神了咪！你要看我的金色护腿丝，休闲的景致，不通吝啬，挥挥你的小手啊，感受城市片刻的宁静，嚯，一整个就感觉很时尚呢、啊。爱河沿岸哦，风景多变，可以看见许多高雄著名的地标。幸运的话，啊，可以当看到水陆两用鸭子船下水，呱呱呱呱。哎呀，还有真爱码头，想要跟我们这位赶快浪漫游河的话，每天下晡4点来到这个爱河的各乘船处购票，就没不对了。Bravo！ 坐船吹海风，那是感觉吹干。下一站，咱就来到盐埕堡上老牌冰果室，给它清凉一下哦。这一下子呢，高雄一定要吃这个刨冰才够味，尤其在盐埕区一定要吃这个婆婆冰啊，对不对，婆婆？哦，但你好，那你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的冰这么有名啊？我们的冰哦，拢无色素，无防腐剂，而且拢家己做，拢新鲜的水果，拢当季的。嗯，当季的，好好吃哦。那当初你们这个最早的口味是什么口味？最早的口味，你干冰、树哥冰、熊仔烤的冰、干妈的团啊！啊，你卖几单啊？
民国二三年创业，二三年卖六十几单哦，七十几单啊，即个一百年啊，一百年，哦，要是70几单啊，70几单不简单。阿妈，你卖偌久啊？你交你的手来卖偌久啊？我交我的手，我已经卖40几单啊，这厉害哦。嘿，啊，所以那个目前只上超人气的是这项吗？这当季的水果，当季的水果对。嘿，啊个芒果牛奶冰，哦，当季的水果，新鲜的，颜色颜味古香。颜色颜反正就是无防腐剂、无香精，全部拢是天然的。天然的上好，你看这光这水果，这有几项水果？凉拔啦，凉拔啦哈，然后香蕉、西瓜、哈密瓜，然后一二，还有这个什么芒果，芒果，好，再加上那个两球的冰淇淋，然后在底下这个是刨冰，真的是气味足好个啦，请两个配会。现在这个超人气的水果冰哦，是婆婆冰的镇店之宝啊，每一项水果都是切得真好卖，不怕你吃，最后再加两球冰淇淋，呼，你再看咸甘那山的真材实料，新鲜是看得到哦。除了水果冰之外哦，第二项超人气就是这项芒果牛奶冰，店内选用是当季爱文芒果加上芒果冰，一整个超浓的芒果香啊。听说还有一项必点的新鲜水果，番茄切盘。阿妈坚持大家一定要试一下滋味的。这是内底有加什么？内底哦，阮拢用迄个药材。药材？用药材咧夹到落去控的。中药材哦。中药材咧控的。所以落去控制个酱汁的对，啊，酱汁内底是老油的对啦。油加姜，加姜加糖。哦。做派很香诶，那个姜的香味，这是南部较有这种温料诶。哦，别个所在可能打用那个梅子粉的啊啦，吼，啊，咱南部这是爱食这番茄切盘沾这个我们的姜汁，对不对？哎，问他这对啊，这袂咸啊吼，就是袂咸，应该好食。你想好吗？阿妈讲爱问他这，好，我就大口问他这，好，来试看味道如何？大有做好食啦。啊！大陆气味拢无人有诶啦，因为我去国行行过，我拢食即个大陆，无可能大陆遮好食。即个汤头味道，爱这个味道。刚很大口，刚刚我在吃哦，阿妈叫我沾多一点哈，基本上呢，它不会很咸，它就是有提味，然后那个姜的味道，好自然。还有是，然后那个番茄呢，吃起来就脆脆的。加上这个酱汁，五八有搭，对，这个酱汁太好吃了。对啊，系啊，我感觉要头晕脑。所以这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吗？可以吃，因为台湾水果很有名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番茄切盘。这个夏天我拢往山顶的，感觉要好好吃，什么牛丸节都蛮好吃了。哦，所以要有绿色这个，对不对？山顶没有，山顶的对。好，今天好热闹哦，旁边都还有人，因为我们来采访放烟火是吧？一整个热闹就对了哈。所以呢，咱若来高雄盐埕，一定要来吃这个婆婆冰，清凉又退火，对不对？好吃。人客啊，你若感觉是吃冰无够开哦，就赶紧对着孟福，保证是有好料的哦。美女，你的下午茶来了。哇，我是美女，你也是美女啊，我们是同一国的啦。好，谢谢。嚯，不愧为时尚贵妇，是食物的食啊。这么懂得享受，又是蛋糕，又是冰沙，什么啊？够蝴蝶饼，你安尼吃，真正我是替你欢乐呢。孟福，歹势啦，这拢是为你好啦。究竟这一切阴谋，像是幕后主使家的？虾米，竟然是一口摄影师，果然是高招啊！吃无要紧。期待下一集的嘻哈高雄，拜拜。